羊羊，崔哥，我是崔哥，你干嘛呀？来，让我拿住你，你拿快递，你不跟崔哥说，你自己在这拿快递，这不辛苦吗？这不累吗？来，拿过来，让这都崔哥干活，你能干吗？走走走，哎，再给崔哥买瓶饮料，我不喝，不喝，我不喝了。这都买这快递是啥快递呢？这是。嗯，就放在地上吧。走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先过去吃饭。崔哥给你弄了，可丰盛了。我不想吃饭了。不想吃，吃啥嘛？不想吃，吃啥嘛？不想吃。再哥这弄的有汤有面，还有肉，啥都有。给崔哥三份薄面呗，先去吃呗。我这铺上了仨小时，好不容易做成了，做了都是你喜欢吃的。走吧。行不行？我没让你。哎呀，你别这样呗！你看，走走走走，吃饭，听话。哎呀，你别碰我！你干嘛嘛？哎呦，先吃饭，不要弄快递了，先吃饭呢。走走。哟，卤面蒸的软乎乎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说心里话。哎呀，你别动。都是肉汤。别动我！哎呦，你过去你都不要掂东西了，还拿啥饼干的呀？别跟你一样，光知道给自己买点饼干。也我昨天给我妈买的油。我知道你给你妈买，你也没给我买。不是我买那我害怕你不吃了吧？我今天早上又给它颠过去了。辛苦了杨，哎呀杨啥时候都想着我妈，对咱妈太好了。来，还有啥拿了没？其他还有啥买了没？水果有没有？有了，提我一点。哎，不用提，不用提，回来我买。吃完饭我去买水果。哎呀，这是给我妈买的衣服吗？哎呀，你怎么又给我妈买衣服了呀？哎呀，你拿走吧。行，那走呗。我不去，我不吃。必须得去。我吃点饼干。不行，再这样崔哥都生气了。你中午吃个面包去。不行，崔哥生气的后果很严重了，明跟你说。这也是吗？就是这个。咦。你在。看一下，太多了。再看吧，啊，嗯，那盆儿，盆也是啊，对，花也是是吧？花不是。这个不是。走，媳妇儿卖东西，来来呀呀呀，趁着很，可趁，活着吧，咱活着。媳妇儿买，媳妇儿买菜，买油，啊，啥买都是买啥都有。先坐着吧，吃饭吧，先吃饭，先吃饭，中不中？太混了，干嘛买这衣服？啊，不的，不的，买的不的。老混。衣服不都是红？哎呀，这你走到大街上，你一直看着跟丝绸了一样，啥料？咱啥料？咦，这穿着老凉快呀！中，可以可以，不错。中不中？不错不错。这真想媳妇来服了，哎。衣服好像有点长啊。这还唱吗？衣服还可以，可以，中，可以，可以，不错，好看啊！好看的，俺家买的，俺家有没有？俺家的有。商场买面膜，西安最大商场。俺家有啥？大哥，他家有，他说他家有。有吗？啊，他住在家，他住在家。啊啊。妈见了，坐着了，坐着他就见。啊啊啊！啊啊啊！知道知道。我见一个的。中。啊，就见。中。反正这你也有呗，姐姐给你买有东西啊，给。给姐姐给你买高级火腿肠啊，一会儿给你剥你吃，中不中？等一会儿再吃啊。
现在不要吃了，等一会儿吃啊。啊，你去休息吧，去休息吧。洗个锅，我来洗干净。嗯。哎呦，光搁家里也跟着，老家的习惯都改不了。哎呦，是吧？没事没事，嗯。杨，评价一下崔哥今天中午蒸的卤面，芹菜肉。拿的那个公筷夹。这是你自己的筷子都没用过。我知道，但是你拿一个公筷夹。我知道拿，等一会儿拿。你看这有看见。是啥东西？香喷喷的。这个是。这个是鸡肉变蛋弄一块的肉，这是我妈拿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我买的。这个是凉拌蜈蚣蟹小黄瓜，弄弄弄多成点嘛肉，别光弄面肉，下边那肉给媳妇弄点。你为啥这么爱吃卤面？哎，这不是爱吃，卤面有营养，肉太多了，肉太多了，瘦肉。瘦肉吃不了这么多，吃不了瘦着，中不中？吃，我太多了，吃不了剩着。崔哥给你打扫战场，吃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吃。盛糖，妈，给媳妇盛糖，糖。嗯。我吃完自己盛，盛完。盛。俺妈俺俩就必须得给媳妇照顾好。糖盛糖。那污染那对啊，妈妈的，对这个味儿，妈妈的味儿，对，这个鸡蛋汤，勺子在这儿了，妈妈，在这儿，勺子在这儿，你多盛点鸡蛋，多盛鸡蛋，少盛番茄。好再盛，好中了。这评价一下羊，这你们吃过了？我们看着你吃，没吃了，你先吃。妈，你吃吧，你盛吃啊。行，啊，你看你们俩现在饭量都小了啊，都是拿小碗，然后给我换成大碗了。吃呗。这卤面可以啊，卤面吃也不硬啊。我明天给你做个面，你尝一尝，好吧？我做的面你又不是没吃过，你吃过呀？可以，你做的面不赖，可带劲，可以。明天我来，你来洗菜切菜，我来炒，好吧？好的，你吃吧。炒一下。这个锅里边还有鸡蛋汤都有。你看，给你盛的都是鸡蛋，我俩盛的汤都是番茄，都让你吃鸡蛋增加点营养。都一样，好吧？嗯嗯。你那鸡蛋比我多，好吧？这是卤面，吃。这是给你，我这个菜很硬的，这个菜28斤。我不能吃变蛋。你这样吧，你不吃变蛋，你把这个鸡肉吃了，这变蛋留着就行了，行不行？行。是，营养必须跟上。好。我妈，我俩一定把你照顾好，行不行？那你吃好吃得劲，身体养好。是吧，妈？那吃饭吧。那就这，妈来，大招，再见。